黄尖嘅尖字系乜嘢意思？系咸湿。我哋睇睇有冇啦，睇睇有冇咸湿。A 不文 ，B 系好色，C 系才气过人，D 系润泽尖叔。尖叔唔准提水。個尖字其實就係攞即係曹雪芹個尖字咯，係點解？點解曹雪芹嗰年出世就是因為佢嗰個堂阿叔死咗，佢就嚟要抄家噶啦。康熙俾個德澤俾啲雨好似雨水咁樣，令到佢爸爸可以繼承江南織造嘅位置，所以叫尖。好嘢！耶！最後答案 D 係咪啊 ？D D。潤澤是啱的。